如果您的女儿读大学的话，赶快叫她练体操，因为我们人口相当少，好好练体操的话，各大学呢都需要这个体操选手。 而换位想现在看到的这位小姑娘呢，就是孟慧兰，大陆的选手孟慧兰，现在是大陆的主将，今年17岁，她有2次拿过世界赛的冠军，表现相当的不错。 后手翻，撑腿后手翻，再后软翻，跪地。而事实上，在上届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当中呢，另外一名大陆女将李丽呢，她曾经在平常木项目拿下单项的银牌，9.92分也是相当的高。在前手翻，就完全前空翻转体2分之一。